不愿。你干嘛又去捡啊？我是博士哎，你知不知道啊？这样做我很没有面子哎，到底要我讲几次你才听得懂啊？跟你们住在一起哦，我都快要疯掉了啦！这几年来我已经受够了。阿宗啊，阿宗啊，哎呦，阿宗小阿姨，不是这样的啊，因为妈妈哦，每天都去捡破铜烂铁，这样子我会很没有面子。阿宗啊，哎呦，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当然知道啊，我可是博士哎，除非他不再去，否则我就是不愿意跟一位捡破烂的人住。哼，真是丢脸丢到家了啦！哎呦，你这个狗囡仔！哎呦，小阿姨很痛哎！哎呦，你这个狗囡仔哦，你还知道痛哦？这一种话你也说得出口？哦，真的是枉费你妈妈这么辛苦的栽培你，让你去读书啊！你现在是一个大博士了，你就在嫌弃你捡破烂的妈妈哦？哦，你这个大博士哦，书是读到哪里去了啊？可是博士跟捡破烂的身份本来就不同嘛。不同，哎呦，同你个头啦！博士，我看哦是个烂博士啦。早知道你会这样对你妈妈不孝顺哦，就不要让你去读什么博士啦，越读哦就越多事啦。我哪有不孝啊？小阿姨，是你们跟不上时代了啦。这博士本来就是比捡破烂的高尚的嘛，那哪有高尚的人要跟低贱的人住的道理呢？啊，如果没有这个捡破烂的，哪有你这个博士啦，哈！小阿姨，高尚是人人所向往的，但是捡破烂的，你给我闭嘴！但是，高尚和卑贱也是因人而异的啊！爷爷您好。啊，是莲雾爷爷哦，嘿嘿，啊，你来的正是时候啦。我们家这个阿宗哦，都一直不能认凳呐。啊，您的书哦读的比较多，就麻烦您帮我们的阿宗哦开导开导啦。阿宗啊，你现在可是位医学博士喽？是的，爷爷。往后有什么计划呢？哦，想回来开一间诊所，帮助一些穷苦的人，因为在我小的时候常常看见穷苦的人被人家欺负看不起，更没有钱看病，所以我才努力的读书考上了医学博士。我想将所学尽我所能来帮助他们解决医疗上的问题啊。哦，很好很好，阿宗啊，你这个想法很好。爷爷谢谢您。没拜没拜。阿宗啊，爷爷知道你的本性是很善良的，但是你既然能够了解贫穷的人常常被人欺负看不起，而且你也都愿意帮助他们，为何对自己的母亲却无法体谅，甚至还用言语来侮辱她呢？爷爷您不知道啊，妈妈每天呢都去捡破铜烂铁，害我在同事面前抬不起头来。堂堂的医学博士，竟然有一位捡破铜烂铁的妈妈，实在很丢脸呐。哎，阿宗啊，你这种观念是不正确的哦。爷爷，我并不觉得不对啊。哦，你这个狗囡仔，每次跟你说哦，啊，你的头壳哦就是不能认动呐。哦，真的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啦！阿宗啊，那爷爷问你啊，是谁让你觉得丢脸呢？是我妈妈。
那你的同事或同学会觉得你妈妈是一位捡破烂的，就瞧不起她或者是嘲笑她吗？是没有了，可是我还是觉得很丢脸呢。那妈妈会觉得丢脸吗？妈妈不会觉得，她还一直对我说做资源回收很好，它可以资源再用，减少污染，也可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有很多企业的老板也都有参与。但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很脏很卑贱的工作嘛，所以我一直无法接受啊。阿宗啊，妈妈说的没错，只是你自我意识太强，以至于观念有所偏差，对于一些人事物就有一种绝对的看待，无法理解一个社会是要有很多的士农工商所组合成的。若是人人都想当老板，试问没人做工，没人耕种，稻米蔬菜从哪里来呢？所以古代的人书读得越多，忠孝仁义的道德观念也就越强，对于人事物都能以感恩平等的心来衡量看待的。但是我们现代的教育都以自我为中心，教育愈高，自我愈强，而道德观念反而愈来愈薄弱了。凡是遇到不顺自己的人事物就会不满生气，瞧不起，甚至于辱骂人，吵架等等。还好啊，你妈妈阿菊都能够体谅包容你，才能够避免家庭的失和呀。哎呦，对啦对啦，你这个狗囡仔啦，就是安尼啦。这，宋朝的名臣富弼是一位节俭、清廉又涵养极高的人。每当他在训诲子弟的时候啊，总是会这么说：一个人若是能够清廉节俭之外，又能再加上忍字的羞耻功夫，那么这个人的道德心量一定会很大，那就没有什么事情办不成的了。富弼在少年的时候，有一天他走到了市集，突然有人看见富弼就当场大骂：富弼啊，你这个大白痴，跑到这里来干什么？我越看你就越讨厌，你滚远一点去，不要在这里碍眼了。我呸呸呸！哎，富弼，富弼，有人在骂你。有吗？他可能是在骂别人吧。可是，他是指名道姓的在骂你。哈哈哈哈，天下之大，难道就没有同名同姓的人吗？所以他根本就不是在骂我。当骂富弼的人听到了富弼这番话之后呢，感到十分的惭愧，低着头默默无语。而街坊的民众啊，都纷纷谈论着呢：哎，这位富弼可真是不简单呐，任凭人家怎么骂他也面不改色，还能够和颜悦色地包容别人，真的是一位品德涵养极高的人呐。是啊是啊，如果换成是我，早就翻脸了。没错没错。阿宗啊，我会讲这个故事是因为这个忍辱是很不简单的，如果没有宽厚的心量，是无法能够不与人计较而又能和人相处的。你妈妈阿菊啊，虽然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是她都能够处处为你着想，处处包容你，栽培你，也从来没有说过半句抱怨的话。你说，如果没有宽厚广大的心量，是不是很难做到呀？我就是啊，要不是有一位哈不计较的妈妈了，像你这样整天碎碎念哦，东批评西批评的，谁受得了啊？小阿姨，我。哎，阿宗啊，百善孝为先，你若是能够多了解一些忠孝仁义的道德观念，细心的思维，慢慢啊
你就能了解了。什么？嘿，妈妈，让你猜。哎呦，你这个阿达哦，你老是哦。哎，妈妈，他是谁啊？啊，他就是你表哥阿宗啊。哦，难怪哦。阿达，你刚刚在说什么？嘿，没有啦，没有什么啦。阿达，你又在玩什么把戏呀？嘿，妈妈，请看，噔噔噔噔，阿姊啊，你当时来的啦？嘿，阿万啊，大姨，阿宗表哥在那边啦。妈妈。对不起了，请你原谅我的任性，我爱面子，在这段日子里让你受尽我无理的行为，我真该死，我真该死啊。阿宗，你乖啦，乖哦，阿宗，没事情啦，没事情，没事情啦，哦。受宠若惊，好，那就依照大家的决议，就这么决定喽。阿达，这可是你第一次被选为小老师呢，你可要好好的加油喽。阿达，真是恭喜你耶，你被选为体育小老师了。哼，对啊，就是啊。我啊，从明天开始一定要好好的严格的来训练班上的其他同学，这样啊才能够让大家的体育都变强了呢。哦，我啊才不怕呢。那这样我不就完了吗？阿达，不要了，求求你不要这样了。对啊，阿达，不要了，不然我们会一累累的了。你们还在那边蘑菇什么？还不跑快一点！我这么做都是为你们好，哎，还在嘀咕什么？切，真是一群饲料鸡！用力一点，用力一点！你们干嘛？没吃饭呢？来啊来啊！我是小老师，干嘛？不服气啊？老师，我是要让大家的体育都变强，才对大家严格的。哼，什么嘛，还去跟老师打小报告？哼，我是被选出来的体育小老师哎。阿达，是这样没错啦，可是你的要求真的是太严格了嘛。是啊，阿达，阿文说的没有错，你这么严格的话，有很多同学可是会吃不消的。就是啊，我也有一点吃不消呢。哼，我才不管呢，
谁叫他们的体育表现要这么差？处理。哎，哎，这怎么了啊？哎，这是怎么回事啊？哎，怎么大家都是一副愁眉不展或是气冲冲的样子的？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我，我想啊，一定是阿达又做了什么让你们为难的事情了，对不对？哪有啊，小林，你又在乱说了，哼！哦，那，那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呢？这个嘛，这个，我看啊，还是由我来说好了。爷爷，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阿达呀，你觉得自己这样有错吗？哼，我觉得我没有错啊，我这么做都是为了要让班上的体育成绩能够更好啊。而且我是被大家选出来又经过老师指定的体育小老师，哎，他们本来就应该听我的话啊。阿达呀，爷爷知道你想要有很好的表现，但是你可能不知道，你的态度跟方法有可能是不对的。态度跟方法？是啊，就是态度跟方法。阿达呀，爷爷问你啊，你在体育成绩上的表现是很好，但是呢，你的国文成绩好不好啊？不好。那爷爷再问你啊，你的数学成绩好不好呢？那就更不好了。那阿达，爷爷问你，如果你们班上的国文小老师，跟这个数学小老师，如果每天都一直不断地紧逼着你，要赶快的念书，要赶快让你的国文和数学的成绩能够更好，那你会觉得怎么样呢？啊，那我一定会疯掉的。这可是他们这么做也是为你好啊，他们也是希望你的成绩能够马上的进步，马上的提升啊。可是，那也不可能马上就进步很多啊！而且，那是我最不擅长的项目哎。就是啊，阿达，你说的没有错。所以，阿达，你自己想想看，你是不是也正在做着刚刚所说的一样的事情呢？好像就是哎。是啊，阿达，所以爷爷刚才说啊，你的原意是不错的，但是你的态度跟方法呢，可是需要做些改变跟调整的哦。每个人呐，这天生的条件跟擅长的项目，都不尽相同，所以在方法上就不能太过造进，就好比你原来的方式一样。这是不适当的，而且更容易适得其反，造成反效果。最好啊，是用循序渐进的方式，并且用持之以恒的心态，慢慢的来引导，让大家渐渐的得到进步及改变，这样啊，才能够达到你所希望的结果。而且，这引导的人呢，也必须要有充分的耐心才能够成功哦，才不会辜负同学们跟老师对你的期待呀。我知道了，爷爷说的我都听懂了。很好很好，阿达，不仅在方法上需要做改变之外，
还有啊，在态度上更需要注意哦。哦。在以前宋朝的时候啊，有一位叫做卢多逊的人。他呀，因为受到了皇帝的荣宠，因而担任了参政的官位。起初呢，他克勤克俭，恭谦自持，而凡事呢，也总是小心谨慎地处理。然而，在过了不久之后啊，他便渐渐地骄傲自满了起来，而且好大喜功。他的穿着服饰跟生活的享用却是越来越奢华了。而卢多逊的父亲看到了之后啊，便面带忧愁地对他说：“哎，我们家世代书香，向来都是过着朴实节俭的生活，而你现在却变得如此的奢华浪费，早就忘记了为父当初的教诲了。”而卢多逊并没有把他父亲的话放在心上，依旧是我行我素地过着骄傲自满及奢侈浪费的生活。而后来呢，果然因为顾魏贪权而招致了失败。所以阿达呀，当一个人受到了拔擢升迁或是奖励的时候呢，就算是他分内所应得的，也是应该要谦卑地来反省思考自己的品德及能力所不足的地方，因而怀着受宠若惊的谦虚心态，如此便会更加的战战兢兢，谨言慎行来完成他人的托付。千万不可因此而得意忘形，变得骄傲自大。要知道，在人与人的相处当中，大家都是厌恶骄傲自满的人，而喜欢跟谦虚的人相处的哦。所以阿达，所谓的态度呢，就是在你平常跟同学相处的对待上，或是在体育上指导同学的时候呢，所应该保持的言行态度了。而这态度呢，是应该要温和，而且要有耐心的。另外，千万不可自大或者是急躁，这样呢，人家才会乐于跟你相处，并且接受你的指导呢。爷爷，我知道了，我会在态度跟方法上努力的去改善的。哦，真是太好了，这样我就可以松一口气了。嘿嘿嘿，真是拍死了阿文。1 1 1 2 1，大家放轻松一点哦，慢慢的来。1 1 1 2 1，别紧张别紧张，再试几次就会习惯了。知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臭屁哦，看我的厉害。阿福阿国，好了啦，有什么事慢慢说啦，你们不要再打了。可恶。
阿福、阿国，你们不要再打了啦！哼，可恶的阿普，你怎么可以这样的忘恩负义呢？哪有啊，都是你贪得无厌的关系啊。哪有啊，那是你应该的。你乱讲啊，哪有那样的道理。你这只贪得无厌的猪啊。你可恶啊，你说什么，你才是白痴的河马呢。可恶，真是气死我了啦。怎么又开始了？阿福、阿国，你们不要再打了啦。阿福、阿国，你们不要再打了啦。我决定了，不管你们两个是发生了什么事都没有关系，但是呢，放学以后大家都一起到莲雾爷爷那边去，说得清楚。事情就是这样子了。哦，原来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啊。那既然会打架的话，那一定是有什么原因的咯。来，你们就说给爷爷听听吧，啊，让爷爷来评评理咯。爷爷，事情是这样子的了。阿福，你是怎么了啦？怎么看你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啊？没有什么了。怎么了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啦？阿福，你赶快跟我说嘛。没有了，只是肚子快饿扁了而已啊。饿扁了？阿福，你的中餐呢？我早上来上学的途中呢，因为一时的贪玩，一个不注意就把我的便当给搞丢了，所以我就没得吃了。肚子真是饿扁的了。阿福，这样啦，要不然哈，我把另外两个包子分给你好了。啊？怎么，阿国，你说的是真的吗？对啊。阿国，真是谢谢你了。想不到阿国也会有大发慈悲的时候啊。没有的。那这样的话你们是在吵什么啊？是这样子的啦。从那天以后呢，只要我每次在吃东西的时候，阿国就会跑过来要拿一些东西去吃。起初呢，我也不太为意啊，可是后来呢，阿国他却越来越过分了，也不管我愿不愿意，他都自作主张的伸手拿了就走。后来啊，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就跟阿国吵了起来。阿国呢就骂我忘恩负义，那我就是骂他贪得无厌，
结果越吵越凶，后来就打了起来啊。爷爷，事情就是这样子的了。阿古啊，所谓的帮助他人呢，这是因为体谅他人的苦，是一种由同理心、怜悯心而发起的伟大情操及互助的行为。这并不是为了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回馈及收获而才来愿意帮助他人的。所以啊，当我们在帮助他人之后呢，若还是处处讨人情，要求他人的回报，哎，这可就是一种对价的交易心态了，这可是一种非常不对的心态哦。另外啊，受人帮助的人呢，也应该要常存着知恩图报的心理，因为禽兽尚且知道报恩报德，哪有生而为人却不懂得感恩图报的道理呢？在以前呢，宋朝的宰相范仲淹呢，有一次派他的儿子姚夫回到家乡苏州去取回500斛的麦子。而当姚夫在回家的路上呢，突然遇到了多年不见的老朋友石曼青，这一问之下才知道石曼青的家人刚过世了，而他呢竟然连办丧事的钱都没有。姚夫听了之后啊，就立刻把500斛的麦子连同运麦的船全部一起送给了石曼青，并要他好好的努力，而且振作起来。当姚夫回到了家中，还没有来得及跟他父亲说的时候呢，范仲淹就问姚夫说：姚夫啊，你这次返乡有没有遇到老朋友啊？而姚夫回答说：我遇到了石曼青，他穷得连办丧事的钱都没有。哎，那你为什么不把麦子和运麦的船都送给他呢？爹，我早就已经把麦子跟船全都送给了石曼青了。而范仲淹听完之后呢，对姚夫的行为则也是非常的赞许有加。由此可知啊，范仲淹父子的同心同德，都是如此的乐善好施，都有着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的美德，哪里像有些人呢，只会对富贵权势的人表现出奉承恭敬的样子，而净做些锦上添花的事情，却不肯周济贫苦，做些雪中送炭的善事。唉，因为世间是无常的，所以不管是自己或是他人，都可能会遇到逆境，遇到困难，因而需要他人帮助的时候。而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应该本着同理心，以自己的能力之所及来适时地帮助他人，予以解困，千万不要小气吝啬，连一些随时都做得到的小事情都不愿意去帮助他人。这样啊，不但别人会不乐于与你相处之外，也会让自己的心量变得越来越狭窄了，而且也因为心量狭窄的缘故呢，就连自己的智慧呀，也会跟着变得越来越毁昧暗钝了呢。所以，我们应当待人以诚，而帮助他人时，心中并不会寄望着他人的回报；当送给他人的钱财或物品时，心中也不会觉得有所后悔。这个就是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的美德了。阿福，对不起了，是我不对，我不应该这么贪心的，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啦。哪里，我也有不对了，我不应该这么小气吝啬的。
那要不然这样好了，我们以后如果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我们就拿一些来互相交换吃好了。好哎，真是好主意。哎呦，什么嘛，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呢，原来只是为了吃东西的事情啊。真是的，难怪你们互相骂对方是猪跟河马。阿达，你怎么可以这样说人家呢？我看呐，你也是很像那个兽皮猴哎。哪有啊，小林，你乱讲。阿福，阿达，有事吗？嘿嘿，阿福，我告诉你哦，上一次老师有跟我说，《了凡四训》是一本可以让我们积功累德、改造命运的书哦。以前有一位很厉害的老师傅啊，名字叫做印光大师。这位老师傅也常常推荐这一本书哦。我们下个礼拜要跟老师去访聊净宗学会，老师说要找时间讲《了凡四训》的故事给我们听，你要不要去啊？真的吗？那我也要去。好啊好啊，那下个礼拜我们就约在后山大树下见咯。好啊，不可以黄牛哦。不会啦不会啦。所谓善人，发生什么事了啦，阿达？七早八早，你又在吵什么啦？哎呦，妈妈，妈妈，怎么办？怎么办啦？我的吉当啊不见了啦！明明我就放在这里的，怎么吉当啊会不见？哎呦，我要买脚踏车的吉当啊不见了啦！哎呦，原来是这个哦！哎呦，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啦？昨天啊，妈妈打扫房间的时候啊，就把你的吉当啊收到柜子里去了啊。哦，还好还好，我还以为被小偷偷走了呢。妈妈，谢谢你哦。哎呦，好的好的，时间不早了，还不赶快去准备读书。说的。妈妈，再见。路上小心啦，啊！哦，跟着我呀，阿嘉哥哥，让我也停下了。阿嘉哥哥，阿嘉哥哥，哎呦！阿达，阿达，你怎么了啦？叫了半天你都没有听到。嘿，不好意思啦，有什么事吗？也没有啦，我只是想哦，请你跟阿文到我家玩啊，顺便带你们去控头游啦。咦，好啊好啊，我也正想去控寒极呢。妈妈妈妈，我回来了啦。妈妈还没有回来，哇，渴死了！
在哪？阿达、阿文，来喝水了。先给阿文喝好了。哎呦，没关系了，你先喝了。阿文，你先喝了。你先喝了。蟑螂！哎呦，那么大的人还怕几只小蟑螂哦？走，我带你们去碰头游啦。那我们走吧。好啊。好好玩哦！头游康用当，憨吉桑桑。头游康用难，憨吉丹丹。头游康用塞，憨吉歪歪。头游康用把，憨吉索卡索卡。好香好甜哦。是啊，真好吃啊。对啊，我家的憨吉哦，又 Q 又香又好吃。很赞吧？又来了，好恐怖哦！我的胆都快要被吓出来了啦！就是啊，我也快被吓破胆了啦！不好意思啦，吓到你们了。其实习惯了，有的时候也很有趣哎。希望以后哦，你们还能够来我家玩呐。因为下学期我就不能上学了。妈妈说我们家里穷，交不出学费来，所以妈妈要我留在家里帮忙，以后也不能再跟你们一起玩了。阿达啊，你又在干什么？妈妈，我想要挂吉当阿啦。啊，为什么？啊，你的钱不是要存到过年买脚踏车吗？啊，为什么现在就要挂吉当啊？因为我同学阿郭，他们家里很穷，缴不出学费，所以阿郭的妈妈叫他留在家里帮忙做事。这样的话，阿郭就不能读书了耶。所以我想要帮忙阿郭。哎呦，阿达，啊，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有善心啊？不错，帮忙人家很好哦，妈妈也赞成啊。不过，你的脚踏车不就没有了吗？妈妈没关系啦，我还可以再存啊。小林，阿达，什么事啊？小林，我跟你说，因为阿国很可怜，没钱缴学费，我的吉达啊钱不够，你可不可以也帮阿国啊？这样啊，好啊，那我也把我存的珠公打破，来帮阿国缴学费好了。小林，谢谢你哦。不用客气啦。皮蛋是越来越懂事了啊。这有钱的人做善事并不难，但是没有钱的人要做善事却是很难。阿达，你有这份真诚的心，还能够为别人着想，这才是不容易呢。很好，很好。阿林的爸爸，这也没什么啦。老师，剩余的钱是要帮阿国缴下学期的学费。老师，我也是。啊，阿达，小林，为什么呢？老师，事情是这样子的。原来如此。阿达，这件事情老师会处理的。阿达，小林，你们做得很棒哦。没什么啦。小朋友，老师今天很高兴，
因为早上阿达及小林同学为了帮助阿国同学缴学费，就把他们的存钱筒捐了出来。这种行为是值得大家学习及赞扬的哦。做好事不但能让别人受益，无形之中自己也受益良多，因为做好事自己也会觉得很快乐，同时也可以促进同学们之间的感情。所以老师也为阿国成立了一个教育基金，以后阿国同学的教育费用就没有问题喽。老师，老师，我要参加。老师，老师，我也要。我也要参加。我也要。好好好，慢慢来。阿达，小林，你们是什么事情那么高兴啊？没什么啦，没什么啦。爷爷，阿达和班上的同学今天做了一件善事哦，所以大家都很高兴。哦，是什么样的善事？说给爷爷听听啊。爷爷，今天早上我跟阿达把存钱筒交给老师。嗯，哎呦，原来是这样啊。阿达，你们能这样做真的很好。每个人啊都要有仁慈的心，不论是对人或是动物，甚至花草都要爱护珍惜。没钱的人呢，也可以行善。这所谓说好话、存好心、做好事，哪怕是倒杯水、帮助老爷爷老奶奶过马路，也都是善事啊。明朝江西邹子隐是一位非常崇敬信仰三宝的佛教徒，他辛勤地从事各种善事，凡是救济别人患难或是成就人家的好事，虽然是天寒地冻或是大热的太阳，他都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因此大家都称他为大善人呐。后来邹子隐病死以后呢，就来到阎王面前，但是他心里很不服气，便对阎王说了：我一生行善，凡是救济别人或是成就人家的好事，我都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啊。阎王听了之后呢，就命令左右判官将邹子隐的善恶册子打开来给他看。当册子一打开呀，里面就有名利两个大字，凡是邹子隐一生中所做的善事，不是记在名字下面，就是记在利字里面。邹子隐这个时候啊，才恍然大悟，自觉的惭愧服气。后来邹子隐死后复苏，并告诉他的朋友说：请你们帮助我转告世间做善事的人，一定要用真诚心切切实实地做善事，而且要把自己的心地扫除得干干净净，绝对不要像我一样带着名利心去做善事。说完之后啊，又过了五天，邹子隐就死了。他的好朋友唐石说道：我对子隐非常的了解，他为人或许免不了好名，至于利，子隐则是一个心才仗义的人，怎么到了最后却会变成了好利呢？我想一定是他居间请托众人帮助行善的时候，起初的念头也都是为了要做善事而发了愿，但是等到钱财到手之后呢，他就犯了偶尔挪用善款的弊端。刚开始的时候还说我只是暂时的借用一下而已，后来日子久了竟然就变成了假借不还了。这就是邹子隐辛勤劳苦一生的行善，只博得了名利两个字的结果。由此可见，阴间往往会揭发人们隐蔽曲折的罪恶，道理就是在此。我能够体会子隐他的意思，所以才为他解释说明。因此转告世上做善事的人，行善要无为而为，而无所不为，随着机缘而利益苍生，这样才是最上等的善。没有求回报的心去救拔苦难的众生，劝人广行善事，这是第二等的善。广积阴德，求自己死后不要堕入三恶道中受苦，
这样就是第三等善了。行善若是有一丝毫为民的念头，便是错了路头；如果是更有一丝毫的贪念，把善款放进了自己的口袋中，那么将来堕入地狱就会像箭一样快速，能不害怕吗？哎，这个故事就是希望以后愿意做善事的人能够明白其中的道理，而且也能够认真的去做，以此为警惕呀。阿达呀，你小小年纪就能够了解同学的困难，也能够及时的把自己的钱桶捐献出来，并且还召集其他的同学来共同帮助阿国，以至于老师及同学们也大大的响应起来。哎呀，难怪你们会这么高兴，真是值得赞叹，值得称扬啊。没什么啦，虽然阿国有点笨，但我就是喜欢他嘛。阿娘喂，假的啦，这么胆小，那是我的玩具。臭阿妹，上次还被蟑螂吓到，